已婚女人更应该懂得享受生活。如果你不想在结婚后迅速奔向黄脸婆的行列，那么你必须只使用十分之一的时间去做家务，剩下的十分之九去享受生活。我说我的陈大编辑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剩下醒着的时间就十几个小时。你用十分之一就能完成家务？当然可以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那一定是他帮你找了保姆。没有啊。那就是他很会做家务了。不会啊。难道是你很会做家务？你看我的样子像是会做家务的吗？哇塞，你既不会做家务，平时还那么凶巴巴的。他是怎么被你骗到手的？关于这个问题嘛，小姐，你叫我。嗯。小姐，请问你叫我干嘛？我想了解一下这台洗衣机。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是说你想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台洗衣机，是吧？嗯。没问题。小姐啊，你真是太有眼光了。还好吧，因为我刚才看这个介绍挺好的。是吧？嗯。从何说起呢？首先啊，第一点，这是一台洗衣机嘛，啊，是吧？然后啊，它是白色。那我看得出来它是。是。它有别的颜色？嗯，应该是没有。那你有什么好说？那说一下功能啊，功能啊，这台洗衣机的功能，它的功能大概啊，它的功能就在这儿了嘛，一览无遗。但是我看到啊，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这个清新除味，因为在别的洗衣机上好像没有看到过这一点。我刚才就是在看这个，嗯，清新除味，嗯。我觉得应该是冰箱才需要除味啊，为什么洗衣机也有这个功能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是这样啊，小姐，嗯，通俗易懂，我给你假设一下，嗯，如果你有一件衣服有味道，不可能，我很爱干净的。小姐，我也能看得出来你爱干净，但是咱比如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比如一下，哦，比如说你有一件衣服有味道，嗯，但是你又没有一个好的洗衣机去洗，怎么办呢？不洗了。小姐，你听我说好吗？嗯啊，你有了这一台洗衣机，嗯，把脏衣服放进去关上大概20分钟，出来跟新的一样。真的？嗯。这么牛啊。嗯，对。那你讲解得很详细啊。啊，谢谢小姐。就是前面有点紧张，你是新来的？小姐啊，啊，我能冒昧的问你一句吗？嗯，我这么像服务员吗？像的呀。这是我的名片。我是室内设计师曾小白，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呢，请多多关照。你好，你好，买洗衣机好像送毛巾的。哦，真的？嗯。神啊，让这个不会做家务的女人分一点好运给我吧。老公。老婆。怎么啦？周末我妈要来家里吃晚饭。啊？你表现的机会可到了哟。